个清真寺呢，我之前在我的视频里面有讲到过，就是苏丹回教堂。那么在马路的对面那栋楼呢，叫 Parkview Square， 百威广场。那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这栋楼呢？那是因为这栋楼门口有一个黄鹤的雕塑，然后呢，上面有首诗，我觉得不错。故国西有黄鹤楼，北望神州几千秋。黄鹤展翅飞万里，伟哉诗城见鹤楼。据说这只展翅飞翔的黄鹤呢，它是面朝神州大地，中国的。所以对我们这种身处异国他乡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感慨吧。不知道在国内的大家，你们好吗？好了，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 Bugis Junction， 白沙湖。不过今天不要看白沙湖了，我们今天去看它马路对面的这条路，叫连城路。在这条不长的连城街的街道上面呢，聚集了非常多的餐厅。那么主要呢，我观察了一下，都是中国人开的店，而且基本上大部分的店都是火锅，而且还是自助的。然后那个价位呢，其实也不贵，一般对国内来说是贵一点了，但是在新加坡来说，这个价位是挺不错的，因为你花差不多20到25新币，也就是100到120元，可以吃自助的火锅。所以如果你有来新加坡，想吃中国式的火锅，这条街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条街的英文名呢叫 Liang Xia Street。中文名叫连城街。那么这条街的命名呢，就要从一个叫佘有进的人说起。那么他是广东潮州府的人，大概在19世纪初的时候呢，来到了新加坡，后来呢，成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有势力的这么一个甘蜜园种植主。那么那个时候啊，在新加坡有一个说法叫承天菜地佘皇帝。那么指的就是这几大姓的家族啊，在这边非常的有名望跟势力。然后在新加坡你会看到很多陈姓的地方，所以那些是姓陈的，然后呢还有姓蔡的，然后呢就是姓这个佘的了。那么在这条街以及周边呢，有一些都是以佘姓命名的街，就是 SEAH。 那么这个佘皇帝后来呢创办了一个叫义安公司，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乌节路说的那个义安城那个地方，那么呢，他们就是广东潮州潮汕那一带的人创办的了。那这个义安公司呢，就是这位佘皇帝他创建起来的。那么他的儿子呢，有一个叫佘连城，那么据说呢是被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政府任命的终身的一个立法会吏员。所以呢，这条街呢就是以他这个儿子叫佘连城的人命名的。然后我们现在再回到桥北路，然后大家看到了，那就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上个视频没有在很好的角度拍这个图书馆啊，现在重新补一下镜头。好，我们继续前进。那么据说呢，以前桥北路这里啊聚集了很多的戏院以及书店。那么现在呢已经看不到什么戏院了，不过呢书店还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在图书馆边上的这栋楼叫百盛楼，它和肯德基那个百盛集团没有半毛钱关系啊。这栋楼里面呢就有很多的出版社以及书店。在这个百盛楼里面呢，我数了一下，每一层楼大约有40到50个左右的商号，那么它一共是5层楼，所以大约这一栋楼里面呢聚集了250家商店或者商号。那么他们主要经营的呢就是跟教育有关的，比如书店啊，然后一些文具用品店啊，还有一些艺术类的，比如说收藏古董店啊之类的。沿着桥北路继续往南走呢，走到位于 Stanford Road 斯坦福德路这个路口的位置呢，大家会看到我身后的这两栋建筑。那么他们就是Raffles City Tower， 莱富士广场。那么大家会在很多的新加坡的天际线的照片里面看到他们的身影。
那么在这个路口的位置呢，大家还会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新加坡的 Capital， 新加坡的首都大厦，然后呢很出名的那个凯宾斯基酒店就落座于这里面。然后在我的身后呢，大家还会看到一个像 UFO 形状的那个建筑，那个呢是新加坡的高级法院。然后呢在我的这一边呢，大家会看到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呢就是圣安德鲁教堂 Saint Andrew's Cathedral， 也有译名是圣安德烈座堂。那么据说呢，它是新加坡的一座圣公会主教座堂，也是该国最大的主教座堂。那么在这个教堂的旁边呢，就是市政厅所在地了。那么它的这个 MRT 地铁站叫 City Hall 市政厅地铁站，所以到这一带的话，坐地铁到这一站是最方便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新加坡的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of Singapore， 据说这栋楼呢是建于70年代左右，那么像个 UFO 一样的，对吧？那么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能够建出一栋像 UFO 一样的建筑，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了。那么在这个最高法院的对面呢，就是一个商场叫福囊商场，我的相机就是在这里面买的。福囊商场呢，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就是自行车可以从大堂里面穿堂而过。那么在它的一楼后门的位置有一个场地呢，是专门供自行车维修的，并且提供一些工具，以及有淋浴房给骑车的人。另外呢，这个商场里面还有提供给不同年龄阶段的人进行室内攀岩的场所，所以我觉得这个商场非常的不错。那么既然在这个最高法院这里呢，那我就顺便提一下关于新加坡的这个严刑峻法。新加坡有个称号呢，在英语里面叫 A Fine City。 Fine 呢其实是有好的意思，I'm fine， 对吧，我很好。那同时呢也有罚金的意思，所以呢这是一个一语双关的一个说法，就是新加坡是一个 Fine City， 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个以罚金文明的城市。那么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呢，表现在比如说他们还有那个鞭刑，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鞭刑，打屁股的那个非常的疼，当然了只打男人，而且是18岁到50岁听说，然后女人是不打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他有一些法律呢可能我们都有点不太理解啊，就是说在别的国家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比如说大家在国内都喜欢用那个万能钥匙去破解一些 WiFi 密码嘛，然后就蹭网嘛，对不对？但是在这边，如果你用万能钥匙破解了邻居的或者是别人的那个WiFi 的话，如果被发现，如果被起诉，你是要受罚的。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这边你是买不到口香糖的，新加坡是买不到口香糖的，如果你吃口香糖或者随便乱吐也是很重罚的。然后另外就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比如说你不能裸体啊，就是哪怕你在你自己的房间里面，只要被人看到拍到照片，那么你也要受罚。嗯哼，当然了，我可以理解这个条款了，因为他们出这个条款主要就是怕小孩子。另外呢，如果你随地扔垃圾、随地吐痰的话，你可能会被要求在社区里面进行清洁工作。好了，我现在已经到桥北路的最南段了。那么在我身边这一侧呢，就是新加坡的国会大厦，之前的视频里面有出镜过。然后最近那个王瑞杰部长基本上都是在这里给大家做演讲的。那么我身后呢，这里就是新加坡河这条，然后那里呢就是 Boat Quay 泊船码头，然后在身后这些高楼大厦呢就是 CBD 这一带了。这之前的视频我都有介绍过了，尤其是在我慢跑的那一集视频啊。然后呢这里这座桥就是爱情桥，它就是桥北路跟桥南路的分界点，也是桥北路的起点。然后这座桥的历史也很悠久了，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那么好了，桥北路就带大家大概的介绍完了。那么如果你们有来新加坡的话，记得来桥北路
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一下新加坡的小坡大马路。我们明天的视频见。